妈，别再离开我了，妈妈，我好想你，不要再离开我了，不要再走了，妈妈。妈，大哥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量。什么事儿？上次球赛期间我不是送外卖吗？觉得前景不错。哎，大哥，你做这面真是一绝呀，吃了的人没有不想再吃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延续一下这种销售方式，根据不同时期做一些不同的方案。别聊别的了，赶紧干活吧。不，我在思考啊。我呀，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其实这家面馆我早想交给你了，咱爸把这门手艺和这家店传给我们，我就没指望着传给孩子们，因为他们都有他们的事业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把它传给你。真的？文超啊，那以后做事儿啊，要从基础开始。啊，一步一步的来，这根基打不好，那楼房就盖不高。别总想着这方案那方案的。明天早上5点起床啊，到这面店来跟我学做面食啊。5点这么早啊？早吗？那进来，进来换衣服啊。哎，好好好。放着它。我得先洗个手啊。喂，爸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还给你打电话，没休息吧？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哦，是这个，我记得呢，您要来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只要我呢把餐厅经营的还不错，并且研发出新菜谱，你就答应我一个愿望。我是说过。您看啊，现在我这餐厅经营的确实还不错，而且我这愿望一直存着没用，但是我现在决定用。什么愿望？我前2天交上美嘉了，我跟他父母提亲了，结果被拒绝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哎，爸爸，你先别生气，您听我把话说完了。这个其实拒绝我的呢，不是他爸妈，是他们家的大家长，他奶奶。奶奶一看就很疼二妹，不过一听说您不同意我们这婚事，他奶奶就说绝对也不会答应我。既然这样，那你还不肯放弃？我觉得人家家里都已经挺好说话的了。主要就是您跟我妈，我们怎么了？那只要你们答应了，我相信我决定能说服他们家里。你想都别想，好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哎，爸爸，你再听我说最后一句，其实吧，我也是为你们考虑。什么意思？哎，你想啊，现在有哪个女孩一结婚想生孩子呀？就像你们给我介绍那个什么这董事长的闺女，那个上市公司的女儿呢，她们这些女孩压根儿就不想生孩子。孙二妹不一样啊，这您知道吧？她想生孩子，那不是还跟您说的吗？生一个俩的。您跟我妈不是着急抱孙子吗？哎，反正我这话吧就说到这儿啊，剩下的你们自己考虑考虑。啊，我挂了，晚安。你昨天真的见到你妈妈了？她身体还好吧？可好呢，她还是那么漂亮，可有气质呢。不过，她下周就要出国了。刚来又要走了？去哪儿啊？他们家那边一大家子人呢，说要出国去英国移民。这么一说，这一走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了。不过嫂子，我可开心呢。我那天看见我妈，她就抱着我，她还跟我说了很多话。我觉得她永远都是我妈，我也永远都是她孩子。我妈说了，这回她不管去哪里，她都会给我打电话的。总比没消息强。是，我开心着呢，妈，放心，没事，还有你们呢吗？对，还有我们在啊。
烤翅猫我做的。你做了吗？对啊。喂，家里有人，送过来吧。好的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我买了一张儿童床和一套儿童的书桌。你买了这件事干嘛？当然是给小智的啦，我打算把那个房间重新的布置一下，让小智住得舒舒服服的。小宝，你真的想得很周到，以后你就要煮三个人的分量。那当然了。我做饭这么好吃有什么关系啊？默默，家里要来新成员了，要对他好一点，知不知道？等会儿。喂。这样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先这样。什么？福利院打电话来说，可能收养小智的手续出了点问题。他说我们情况比较特殊，有可能得等6个月以上的时间。我们待会去一趟吧，看到底怎么回事。谢谢歌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啊！那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歌手秦飞为我们带来的决赛竞演歌曲，我们掌声有请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专门为一个人写的，此时此刻这个人就在台下。今天我想当着所有观众的面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，也希望大家帮我记录下来。苏梅，谢谢你这一路走来给我的鼓励和支持，也谢谢你在所有人都不看好我的时候依然相信我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为你而唱，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依然能够并肩作战，我需要你的支持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想继续唱歌给你听。也许有一天，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舞台，但是我想一辈子都唱歌给你听。未来的事情只有我们自己能掌握，别人说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，但我只知道
你对我很重要。苏梅，我不但不能失去你，我更希望能够永远和你在一起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天边，仿佛回到那夏天，在同样的地点，身边有你陪我做着白日梦，暖暖的风吹着脸，这感觉多迷恋，你的笑声还在耳边盘旋，却恍然间发现，你像流云一般飞得好遥远。想念在此刻唱给蓝天，哦，不知疲倦，反复一遍遍，是否你会听得见？就映在眼帘，就算闭上眼，暖暖的风吹着脸，这感觉多迷恋，笑声还在耳边盘旋，回忆依然很鲜艳，却恍然间发现，你像流云一般飞得好遥远。想念在此刻唱给蓝天，哦，不知疲倦，乱途一遍遍，是否你会听得见？但愿你始终牵动我心弦。哦，那些画面仍旧映在眼帘，就算闭上眼。想念任时针再转多少圈，我依然相信你说的明天，心愿都会实现。本来还以为可以马上把小智接回来，没想到领养手续那么麻烦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平常也可以带他出来玩啊。就这样了。
都准备好，注意各自的表情啊！来了，听我数，一、二、三，茄子。老公，你看我这个妆化的怎么样？不好。李明星娘都漂亮，她抢风头了吧？那好吧，那我卸了重新画一个，等我一个小时吧。啊？不用了，现在很好了，可以走了吗？穿这个衣服不会太显吧？没事，我陪他去。去医院检查完之后打给你们啊，不用担心 ，OK。那你们路上慢点。小心啊，奶奶一定要点啊。怎么办？这奶奶还能赶得上婚礼吗？我估计来不及了。我说你这么长时间了，干嘛呢？我，哎呀，嫂子，你看看，让我看看我今天妆怎么样。新娘子又不是你，你化这么好看干嘛？结婚这是婚礼好吗？而且我还当伴娘，当然要重视一点，化得漂亮一点呗，对吧？好了，行了，化快点啊！哦，美得很。你二姐呢？她要穿婚纱去了。穿上婚纱一定比你穿更好看。可是我什么时候能穿上婚纱啊？哎，嫂子，你哥呢？啊，奶奶肚子不舒服，你哥送奶奶去医院了。去医院了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他一会儿会给我打电话的，放心吧。哦，那就好。哇，苏二妹，今天这么漂亮，一会儿灵光要不得被你迷晕啊？对呀。哎，陆老师，你把我们家二妹拐哪儿去了？啊，这服务员，我们这不需要服务员，你在干嘛？我这是经理，好吧？快说，拐哪儿去了？看看。哇，这是苏二妹吗？这小仙女啊，这是？那是，这五双胞胎。Oh my gosh！ 哇，太性感了吧！哎，哥，怎么样？二妹漂亮了。很漂亮，哎，服务员帮我拿一下酒杯。哎，好啊，等我啊。好日子你。我跟你说啊，娶到她是你的幸福。嗯，虽然我一开始不太喜欢你，但是她喜欢你，我没办法，你不能欺负她，不然我就。哥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会对素儿妹好一辈子，永远疼她，让她欺负我，好吧？哎，肉麻。您是说这个月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手上正拿着飞哥这个月的档期表，真的已经排满了。如果您这个戏要是能在下个月开机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你也知道，飞哥现在刚踏足影视界，所以我们要保证他接戏的质量。
我们还是要给演员充足的休息时间的。哦，不过你要是有什么角色适合苏乐凯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好，好，那我帮你安排一下时间。那好，谢谢你啊。可以啊，哎呀，苏梅真是谢谢你啊。等一下，哎，飞哥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啊，放心吧，我会跟广耀和二妹说的。哦，对了，刚刚我给你接了一个电影的男一号，乐凯也会参演的。好，回头再说啊，拜拜。妹妹，谢谢啊。啊，你不用跟我客气嘛，乐凯也是我弟弟。是，哎，那个秦飞今天不来啊？他有工作，之前就约好了，没法推了。哦，哎呀，忙点好。哎，那你就不用陪他去？不用，我们现在都有团队了，他有助理跟着呢。哦啊，再说了，咱们家二妹结婚，我得跟着呀。那对呀，那是必须的。三婶啊，哎，看来你也给乐凯找到保镖了。保镖？不用不用，我三叔就可以，他也练过。儿子真帅。去帮他弄一下啊。啊，去吧去吧，谢谢妹妹啊。谢谢大家，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，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对新人闪亮登场。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，天上四时春作首，人间百行孝为先。根据新郎新娘的意愿，我们今天婚礼的第一项就是有请双方的父亲先致辞。在这对新人即将结为夫妻之前，我对他们的嘱托和祝福都先说出来。那么下面就有请新郎的父亲上台发表临别赠言。看到这对金童玉女了吗？那就请发表金玉良言。今天这对年轻人经历风雨，终于结婚了。光耀从小就很调皮，也没吃过什么苦，我总担心他经受不了什么挫折，所以对他的管教特别严格。这小子还行，百折不挠的为我们林家追到了像二妹这么好的儿媳。二妹，光耀，我希望你们能婚后甜甜蜜蜜的过好日子。二妹，这小子如果要是不听你的话，告诉我，
我来收拾他。啊！俗话说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新娘的父亲是我亲大哥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有请大哥。我大哥平时少言寡语，但今天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说。下面就有请今天最最幸福也是最最伤感的戴迪发言。你出生的时候，爸爸不在你身边。你喊第一声爸爸的时候，也是你妈妈转告给我的。从小到大，你上小学、上中学、上高中，爸爸没有给你开过一次家长会。作为父亲，我对你充满了愧疚。你有哥哥，有姐姐，有妹妹，可你从来没有跟我要过玩具，还有新衣服，也没有吵着跟我撒过娇。可你最懂得爸爸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二妹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爸爸是既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，终于有人能代替我来爱你了。难过的是，以后对你的补偿越来越少。二妹，今天你要嫁人了，爸爸祝福你。你要好好照顾二妹。下面见证奇迹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二位先生，请到台前。按我说的做，把你娇嫩的脸蛋二妹贴在这位帅哥的脸颊旁边，贴在一起，再近一点。夫妻恩爱眼贴脸，幸福相伴到永远。把你们性感的额头对在一起，新娘新郎，把你们娇羞的嘴唇深深的吻在一起。哇，美女，你叫我啊？没错，难道这附近还有别的美女吗？我刚才在婚礼现场就注意到你了，你是新娘的亲戚？嗯。啊，我是新郎的朋友，能不能留个电话，交个朋友？我，不是，那个我。不好意思啊，四小妹，原来你在这儿呢。走吧，吃饭看电影去。我带我女朋友先走了。他回来了呀！你说回来了？欧阳天宇。天宇，你提早回来。也不给姑妈打个电话。那个，那个阿姨，天宇他突然回来这事儿我也不知道，他都没给我打电话。
对。要不是我看见你是不是准备带着女朋友离开了？不是。妈妈，天宇这么长时间没跟女朋友见面，肯定很想呀，着急见面很正常的。妈，您别生气了，天宇他在美国不是每天给您打电话吗？就是。再说了，这不是给您个惊喜嘛，对吧？对。对，阿姨，天宇在美国的时候每个月也就只给我打一次电话，我给他打电话他有时候还不接呢。啊？是吗？啊，对，他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接。你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？对啊，阿姨，你这就不对了。不是姑妈说你们两个人离得远要多联系。对，多联系。